首先，第一个，菲律宾的 Gcash， 哎，菲律宾本地的支付宝就是 Gcash， 它的功能和支付宝非常相似。目前用户已经超过了2600万，用户呢可以通过 Gcash 账户存款、手机充值、消费转账、线上购物啊、付这个水电费以及买电影票等等。2017年的时候呢，蚂蚁是入股了 Gcash， 并在后期协助率先上线了扫码付款的功能，成为了菲律宾最大的电子钱包。目前已经拥有5500万的注册用户和450万的合作商户。支付步骤其实没有特别多要说了，大家就是快速的过一下就可以。需要指出的就是 Gcash 它是不支持拒付的，但支持退款。它支持的交易货币是美元和比索。比索就是菲律宾当地的货币，最小的单笔交易限额是1个比索，最大的单笔交易限额是每天10万比索。